对，你觉得这张照片怎么样？刚刚我要出门的时候，我的儿子问我说：“爸爸，你要去哪里？”我说：“参加那个碰过阿贝的一个电影的首映会。”他说：“他演什么？”我说：“他演鬼。”然后儿子就笑得很大声，说：“哇，他演得很好，他都不用化妆，真的，你看。”他不是演鬼吗？他是警长啦。哦，是警长。哎，那误导大家。我的兄问我说：“那是片名是什么？”我说：“地球分局。”对。嚯，他就想说：“哇，那很厉害。”他是那个警察局里面是酒店吗？为什么叫第九？哎，不是那个第九。不是那个第九啊。我觉得你儿子哦，真的是哦，小心他长大会歪掉呢。不会。其实真的很开心，因为凤果呢，在农历七月的时候呢。对。因为呢，他们家他最帅，我常这样讲，他说我们家是鬼屋吗？还蛮好的。那七月份是他们月份，又有这么好的一个电影的推出，又加上是王大哥，王大哥算是对，我们呢小时候喝他奶水长大，哎呀这样子啊，现在他的儿子都当导演了，是，所以我们呢也在这个世代，希望呢在这样的一个文化传承的能量之下，然后呢。这个王大哥的儿子呢，有这样子的一个美好的作品推出，是。然后呢，碰哥呢又来这边的加持，那我们呢，当碰哥的徒弟，我也一定要来共享盛举的。一定要！哇，一定做很快。感谢你啊！随时赶快，你是第一个，赶快去抢位置。真的。对，好不好？位置，赶快坐好。我就坐在那个荧幕的后面。那太后面。OK。那希望大家，大家一起来看第九分局。好，谢谢。谢谢。多谢。今天穿着一袭白色。来，跟左边。九分局的首映会现场，我们到左边，慢慢一路看到右边，再一路看回中间。好，你来是谁？是谁？来麦克风，奶哥你好，露露姐好，奶哥你好，不要讲话，都要跪了。刚刚树哥讲那么好笑，我上来怕不好笑。没有，你不用好笑，不用好笑。因为他跟碰哥太熟了。对啊，他可以讲他们一招都是鬼，我不能讲这样子。不行，我是专门抓鬼的，好不好？对，对，抓鬼大大。今天怎么会有空要来看第九分局？我今天这是很特别啊，因为有人讲说今天我们大导演王鼎林先生啊，他是我看着他出生，看着他长大。哦，换你看着他出生了。因为。刚刚树哥说了嘛，他爸爸是我们的衣食父母。对，我进演艺圈第一个综艺节目，应该户外节目百战百胜。哇，综艺万花筒，哇塞，综艺总动员，百战百胜，顽皮家族，顽皮家族，他都是自家歌花园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那个我们交情很深，到现在这样，我们都是算是一家人了，所以我儿子跟他又是同年。是吗？跟王导演同名，是跟王军嘛？我想说是怎么生的，是，所以就是一个这样子家人的休庭呢。对，今天就算是什么家庭聚会了。对王导演有什么期待吗？我想今天这个第九票选呢，以我们还第九分第九分第九分区，因为以前我主持一个节目叫第九票选，是吗？因为这个第九分局呢，虽然还没有开，但贵阳已经先轰动，我们看到了很多的宣传的模式啊，还有呢，这个电影的手法跟一般我们看的所谓的鬼片，感觉就差异很大，完全不一样，对不对？你看碰哥长得像，突然间演部鬼片，这就是不一样，是不是？然后呢，我们讲年轻新秀很新锐，这么样年轻的导演啊，然后呢，在这个鬼门关的这一天呢，我们要开启。这么样一个电影分局，没错。等一下，保证的电影会准时开始，我让你等到。好的啊，录，快，谢谢，谢谢奶哥。